哪来在哪儿六八？奶奶，你走哪儿下？八三幺五。八三幺吗？你走哪儿下的？啊，弄个这悬崖咋个下去的？奶奶，你还是注意到点，你不到处跑。看到一个汽车在路高头，在里面。你看，啥时候遇到？哇，这个是垃圾桶车的。在哪儿的嘛？真的，看那个汽车一个脑壳破了的。我手又不敢蹭，手上的手，这只手又痛。休息去嘛，那个是痛。洗澡还刷了吗？刷了咋不稳了？你要洗澡什么？你是哪里？来二妹，就那边我们换一个路线。你是太英勇了，那边下来不到，来不到。走那边去，换个路线来了。来来，我们换个路。我好走，所以走这个地方来。看这个街道刷了到处是。我昨天还说要不要买点鸡蛋糊。结果这个鸡跑三十，有些时候鸡没下蛋，我是以为它只是没下蛋，我上次才扔翻起了好多鸡蛋呀，是真的吗？哦，真的。今天我们还有一颗黄鸡蛋，姐，有啥子小鸡味的就是。这个是啥子？黄鸡蛋。哦，黄鸡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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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鸡天哪！这个为啥子暂时没拿回去烧呢？咋的了？但是现在我们屋头烧菜烧的香，我把那个那个就，我把那个烧到我爷爷家。哎，估计让估计让别听了，别听了。不，那个不懂。哇，这个是石头里面有的嘞，那还是洗一下的嘛，先头洗。知道的便宜。哇，小鸡玩的是哪一个？哪楼？是那个小鸡？不是沟里飞的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，我在沟上，我就说到一个鸡脑壳子，你哭着的。这个鸡蛋，哇，我们又可以吃几次嫩蛋了。结果呢放在热水过后，他又把这个蛋打烂。
你在那个小酒馆里看嘛，这才行了。我估计是大杯的开水给他烫死了。他有好可能是来噻，管着他，我说。我说那我计划的啥个才出那几个？你看我今天回来看了，就在想这个事情。看嘛，都已经出出来了。你们大伯做的蠢事，这就是。花瓶留还三个，看嘛。等会儿大伯耳朵塞烫了，都在收大伯。看你今天还敷的不呢？不够。哎呀，我那脸坏了，人家这里已经包拢不坏了，今晚醒来给他下药不得？看嘛，这一窝小鸡，然后就是这几天刚刚才下来的，你看好像是不是好乖巧？小巧玲珑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现在外头把它看着嘛，我们的猫女要把那个娃儿皮了。上一次就教育了那只猫儿了，没想这次猫儿又犯错了。刚刚我在玻璃啊，来就发现那只狮子，那只猫儿该还是。就是，逮到凶手了。那个是无辜几个。是的。才是十五个孩子。